为什么，巴布？喷火龙可以直接投啊！野兽改了一堆牌，这场没有野兽。四星早发现鱼的问题是你如果鱼都已经精了，就没有到鱼再继续卡那个了。他是海盗，这样升级了。其实这个三合一的话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就是这三合一的话，省超级多钱，它会比 token 省的钱还多一块。哦，感谢你。这样打不赢。钱太多。看起来现在是绝对是拿那个，哇哦，各种配，绝对是拿四星卡。绝金弓，安儿你好，绝金弓。因为绝金弓，所以不卖这张啊，这是两张金卡，它直接是一个六六，一轮加四加四。啊！看二分之一哎，啊！为什么巴博不给我？巴博为什么不给我？其实这边还是有一些问题啊，就是我很难卖任何东西，所以可能应该直接升级吗？直接升四，我可以再找一张绝境啊。现在其实应该蛮强的，有种就给我一个诺斯之子。还有机会吗？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 ！No， No， 怎么大家都有两张甲板菜鸟啊？怎么每个人都有两张甲板菜鸟？这不拿吧？这应该不拿。我们认真可以玩海盗啊，手上都是海盗。安安，我刚刚说什么？可以拿这两张，算了吧。比较想拿安安呐、啊，安安呐、啊，三小。这也太强了吧！阿童吧，平手。
下，不认同你选择。要喝茶吗？我其实不知道该不该拼这张，或许不该拼哦。我应该要升上去了。这血量都有点太少了，其实拿到铜器有点让我再想要再转回鱼人呢。游戏到底是哇哦，大胜利。其实还蛮重要的，okay， 还是回来了。哇，好兴奋啊！感觉也太强了吧！算了，那张不拿了，但搞不好可以捞一张金铜须，捞个金铜须啊！哦，我捞个末日聚合体啊！这样可以甩一下三合一，三合一了。对，那这样子多一个种族，这你总该要有圣盾吧？对，这应该是首歌机。他也在玩鱼人。就偷咯、哦、我们五张金卡了哦，感谢你同虚，金阿童，金阿童，
像几乎对啊，几乎超想要摸的巨额组。该赢了吧？嗯，伤害很少就是了。可以考虑拿这张。阿童。加减拿一张毒，我的聚合体，冷光，我想要先打这个。两个都死了这也太难，这版面也太难改进了。嘲讽，我可以嘲讽这只。再见了阿童，我爱你。他竟然活下来了，完美！GG，吃鸡肉。版本解答现在应该真的就是魔的聚合体配红炮。